好的，掌声！问一下这边好了，刚刚他表现怎么样？我觉得很棒，而且很就是很厉害，很稳，很好，超级好的。哎、欸，你也蛮适合当啦啦队的经理啊！来来来，好，不要紧张，好不好？特别从台南坐车上来比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，今天一早6点就坐上来了。为什么下午3点半的比赛6点就来？因为我们要先彩排。我觉得啦啦队是一个还蛮特别的运动，因为你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，而且它是。就是顾名思义，他是帮大家加油打气。对，我很喜欢这种精神，然后我也很喜欢，也很希望能够把热情跟活力带给大家。你看说得多好，大家给他掌声好不好？